只能在草里边，没线了也，往上面站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这样站位了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情侣这英雄前面这么弱，他怎么这么玩？遇到小笨蛋了。这英雄前面弱的离谱，应该苟一下呀，苟着玩游戏啊。对啊。他怎么这么肿呀，玩的有点不把我跟奶妈当人在玩，是真有点不把我们两个当人在玩的。带个复合型药水吧，少吹吧，常见都要带补给品啊。你这种不带补给品对线的话会很难受的，可能就怎么说就会很难受，被消耗一下的话，被消耗到就很痛苦了。打软辅带强攻，打硬辅带征服者呀。就反正下路对线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就说实话要换一下的话，两边 AD 换一下那我也痛苦啊。下路对线是两个人的事，一个人再强都没用的，就是这么个说法呀，对吧？
has been slain.我现在都不到，我钱就够了。西兰刀路，开心。什么时候是米兰了吃饼干？对线对拼起来吃饼干呀？吃饼干这个事情不是明显很明显吗？是的，阿闪阿回来就死掉了。金克斯想省个闪现，因为他觉得不会死，就毛森这边没有后续的伤害了呀，毛森。但是万万没想到毛森阿闪踢回来了。他们猴子也没来帮，挺正常的。对面下路组合没有什么留人能力，猴子过来也抓不到我们。而且对面下路这组合前面弱的离谱，真的很弱很弱。这个组合大到人了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到，有助攻吗？没大，没大到，可惜。哎，送了，确实送了，还是被一刀了，哎不，还是被大刀，然后他一技能挂个减速，减速不挂我也不会死，我送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有点装了，我的，我有点想着一个打两个人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这次死了，等会儿争取不死。我总是很欢迎新的想法，我的想法还是不能大意、啊。就不能乱搞。主要也就现在到后面我肯定没金克斯厉害的，这给他刷了个500挺致命的。我没闪现，我要拉下身位，就这波辅助可以去卖，但是我不能去买辅助，有闪有点火可以卖一下下。
起跑一开机关枪，机关轻机枪形态没招住，没事，我给了一波机会，那奶妈也给了一波机会，问题不大。加油，快加油！真正的探险家依据的是心中的罗盘。整个世界都发疯了。神女回来吗？回来的话中塔就有了。猴子没闪了。去逮猴子，我更倾向于拿中塔吧，对吧？感觉两组野怪可能比不上这个中塔，而且我不一定能逮得住他。那这个中塔好像拿不了。可以等我一下吗？有没有出魔咒？我会差40多点攻击力，将近40点攻击力挺关键的。什么世界奇观的书我从来不看，我只会出门亲眼见识。抢到了吗？我很怕猴子，你知道吗？猴子可能在帮人反蹲，也有可能开团。我胆子有点大呀，不知道猴子在哪的。有个眼，有个线眼一直在这待着。分龙，猴子在上。那中线推了，可以考虑往下路走。这有两个眼。
哎，是上路塔在推的，他们上路空出来了，主要这个塔能推掉就很好。还有一波血，让你们走，希望人头不是金币输的，还要看，嗯，还是金个死的，可惜。对面阵容是不错的，酒桶、猴子、蛇女还能够怎么说呢？蛇女还能防住近，腹地还能限制愚人的一个盲冲。这阵容属实不错。往左边站了一点点。主要站位也不能太靠前，现在猴子有闪现 W 的话，开人的位置很大的，死了可能要掉大龙，小心金克斯的导弹。要狂分了吗？下塔推掉了。加洛青羽从不放弃。哎，打不到塞尔达，怨恨了一下子。猴子没闪是吗？
还有波线。等队友吧，等队友到，这是个讲究哪边兄弟比较多的游戏啊，对吧？哪边兄弟人多才好做事情啊。好流，这盲僧玩的也挺流畅的，很有手法呀，感觉不像这个分段的，就感觉他的手法不止大师，就懂吧。一个闪现换了个疾跑，很果断。他被我第一下 Q 到的话，他接下来肯定走不掉了。我的 Q 有塞尔达的减速了，他妈点到小地图了。